又有好东西了，快凑过来看。当当，大虫虫终于被我买到了，上次的太小了，缩粉缩得不够爽。看外形就是体格大了一点，而且还很有力气。拿出我最近喜欢的腐蚀碟，放上可爱的虫，再加上两勺，满满当当。突然间觉得自己手里的螺蛳粉不香了，每一条力气都超级大。夹一条给你们看一下，外壳比上次小的更硬了，放在手上能感受它那几个小爪子超级有力气的把我给抓住。这么可爱的东西当然是要来一个试吃，选了一根刚蜕完皮的白花花。小家伙貌似不太感兴趣。我不要。太好笑了，原来熊熊也会反胃。换一个胖胖，虫虫终结者这个名字真的没有取错，吃的也太猛了吧，感觉像是在打功夫。没有一点力气是根本不能把这个小家伙给吃完。哇，竟然生吞了。在夹囊里面我还可以摸到它的形状。看到它这个吃相，我竟然有点嫌弃。